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Hello， 晚安。欢迎大家。哎，晚上好，你好，吃饱没？吃饱没？我要吃饱了。可以准备运动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应该消化完。消化好了，是不是？太棒太棒了。那我们要来开场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AKB48 TP。我是 Unity 的刘晴，我是 Unity 的 Mina， 耶！ Yeah! 而且很开心，今天我的名牌换成 Mina。那我们要说欢迎收看，让你动起来。哎，好久忘记讲名字。哎呀，我们今天来到哪？Mina， 因为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。因为之前都是质疑，我想到质疑是谁，然后我之前有问，就是工作人员说，哎。可不可以换成 Mina， 然后就居然尖叫，许愿成功，开心。可不可以换搭档？不行，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了，马上分裂。最后一次搭档，你快要跟我分开了，怎么样？先讲一下要分开的心情，是不是很舍不得我？我刚许愿，你没听到吗？好舍不得大家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。对啊，最后一次的组合。下一次是8月22号，就是公布大家总成绩的时候。对，紧张吗？对于总成绩的部分？蛮紧张的，那我们来，因为我跟七七一起健身，我觉得压力很大，因为他太我才压力大吧，你不知道扛多重，那个压力才是真的压力，那是实质的压力。因为他的那个就是怎么讲，基础值太高了，基础值、就是、有练天赋有点到能力值这样子，对，就是练家子。没事没事，等一下那个抽榜啊，就是你等一下也去投一下，然后就抽你就好，那大礼包的部分再多练一个月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先讲、哦。对耶，对呀、啊，对耶。如果抽到我，就可以继续去健身。那手机打开，开始送礼物了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教练，他应该也蛮担心我们一个月之后的成果吧？教练 ，Jimmy 教练，来中间中间，哎呦，抽后面 ，C 位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OK。好，那我是来自 Anytime Fitness 的信义店的 Jimmy 教练。对，那一样就跟刚刚两位讲的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你们再坚持一下好吗？教练，刚刚我们说快到了，你叫我们不要吃饭是正确的吗？哦，当然了，一定要的吧？是认真的吗？可是开玩笑，超认真，超认真的。会脱水，然后那个体脂会变得比较高吗？不会，不会吗？因为什么都少了，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要平常做绝一点，我怕我生命的天数也会跟着少，所以还是算了吧。所以说量体脂的前两天尽量不吃东西，断食吗？你是静坐，是你在抗议什么？因为从第一天以后开始都不用吃，也没关系。不行啊，为了身体健康，这样减肥或减重是没有用的，对？你看，我教的真好，终于这个概念，终于希望他们脑袋里。超害怕，我怕这人家说检举我们节目说不正常的这些卫教知识。好吧，大家我们8月22见真章。好啦，那教练就是我们今天有请到一位美丽的嘉宾，是对，那请 Mina 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位美丽的嘉宾其实跟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。你不是要把老朋友换掉吗？真是老朋友，不是把那个字换掉吗？我们见过很多次，很熟的意思。对对对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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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还有什么呢？不是，你们都想好了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忘记我该。那我们取义，对对对，不知道怎么想，是不是？过来，重新介绍一次。对不起，他，我就说他上班就会变成这样。我刚刚有打好了，我真的，那没关系，你冷静一下，你再讲一次。好，欢迎我们美丽大方的取义姐。耶、yeah,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 ID 是1008320。好，大家记得追踪他的直播间，追踪他。Yeah. 对，那因为像许一点，我们就之前在很多的节目上面也有见过面，然后我们有去录影啊，做了地毯什么的很多次。然后，但之前呢，他是主持人，我们是来宾的身份，然后这次是相反过来。对，所以我会尽量把话丢给你。对，啊，如果我接不了，对，我接不了的话，你再接回去没关系。我会尽量不要想讲话了。而且好像又回到就是原本的工作了。不会，我很信任你们，然后带我今天是你们是主角，然后来带我一起运动，对不对？对，OK，怎么又变我讲话深一点啊？而且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那个，哎，教练来说，今天主题是什么？哦，又回到我身上，主持棒。哎，今天是我们的全身性的训练，因为毕竟最后一次我们要集大成，总复习的概念。没错，没错。哦，虽然要总复习，但我们还是要送礼物吧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。那我们先开始抽奖，让教练介绍一下礼物。哇哇！等一下，小熊。
谢谢。太多，哎，看到就对了。哎，是因为我要正要宣布的时候被收火箭。大家还是你下次每次讲话的时候等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也是。每次运动都会有火箭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要看教，没有要看教练表现。真的，熊少，看我表现。看你表现了，那应该是教练功劳啊。好，那我这边先简单说，那顺便宣传我们健身房。我们健身房的话是全世界都有，大概5000多间。那目前台湾有台北、台中、台南跟高雄。那目前我带的是安和店，9月开始有我们的4周年的周年庆，已经开始开跑了。那欢迎想要来加入健身房的朋友，可以来新安和店找我开跑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如果有送我们偶像海报的朋友，我们可以拿我们的 AF 的大礼包，里面有漱口袋、毛巾、水壶，还有我们的30天的体验券。30天很棒哎！一个月的时间，你可以一个月可以减掉最少3公斤哦。均值1到2%，但你超出常人就可以3到5公斤没有问题。就是你很认真的话，对，真的再厉害一点就要成仙这样。对，直接成仙这样，我就浮起来了。太瘦，浮起来。好了，大家记得送我这样，马上就可以抽起来哦。抽起来。这次会收两名耶。哎，2位啊，那很棒哎。对呀，好，因为我们之后还有很多很多那个抽奖要开启，那第一趴是这个，而且还有，所以今天有几趴？我们今天会有3趴。哎，你要讲话呀，你要讲话。那 Mina， 没错，要不然你说一下榜一可以干嘛好了？哎，可以讲了是不是？可以。刚刚一直很想讲，其实一直挂在那。认真。没有，其实一直都可以讲啦，可以啦，他让大家很有那个动力啊，整天都送了，不要讲他可以去哪。大家真正榜一非常好，榜一的人可以获得我们8月22日入场观看我们的资格，对，验收成果验收，对，然后还可以跟我们合照哦，对，跟我们两个，而且你们再多一点，顺便取。哦、你说来这边吗？来这边看你们，看我们两体重，哇，好血腥，哇塞！没有啦，是见证我们这一个月的努力，一起见证。对，是个感动的时刻。所以不只有你们两个吧，就是有大家所有的人，加油，榜一的同学，我们都会带我们的榜一来哦，大家，榜一的位置真的是很珍贵，对，要帮我们好好加油。好，没错。那我们还是要让教练来介绍一下今天的。整个运动的流程啊、OK， 好，第一个我们要先做的就是我们的暖身，那最基本我们先让我们的核心启动。好，第一个动作呢，那麻烦三位先就坐粘鼠板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粘鼠板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，我觉得算是如果大家会做棒式的话，它的一些升级版应该说基础升级版哦，它叫做船式啊，船式就是有看到那船就是浮浮沉沉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做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把我们的胸椎挺好，好了干嘛呢？就这样子浮起来就好，浮起来哦。对，你的身体跟你的脚不要碰地板。天哪！对，先这样就好了。屁股有点酸，你知道这是前几天的罪。啊，已经开始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们只是示范，还没有，你不要浪费体力，不要浪费。大家都聪明哦。会问，对，那一样我们喜欢让它是做时间的，对，因为核心是一个耐力型的运动，耐力型的，所以我们就要让时间充久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就撑到我们下播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一个小时后吗？这样子大家得多送礼物，不然我撑不下去。我的动力是来自于那个漂亮的动画。哦，是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暖身的话，大家就先试试看30秒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你手可以稍微碰一下地板。碰一下吗？咱好像更累。好，那我不用做哦，你们三个做，我做腻了。你要做，我做腻了。老师，我第一次还要放下，帮我放下。我第一次跟你带，所以你要做。我觉得想要再仔细了解那个动作，大概要几个角度啊？就几？大家可以回放。没有回放，直播。我们现在还没有，我们没有这直播的珍贵，就是它不能回放。啊，聪明。你就是要跟直播才看得到。对，就是让 Life 跟你讲，上面有教练的粉丝哎，是吗？哇，他说你的教练实在是太怎么样了，我忘记了，太怎么样了，太怎么样了，太害怕了，又讲出什么话了？各位同学，我们要开始了，我们要暖身了，好，来，预备 ，Go， 我们30秒，
怎么了？有头发哦，所以老师这边手可以随便一摆，随意我哈，随意你，随意你，爱心。轻摇摆，哎，我们十五秒过了，大家有十五秒，啊，不要闹，不要闹。轻摇摆，哇，看来你们，哎，你这个合格吗，教练？哦，只要不碰地板就好，我们有 level 的。你可以低一点。那教练，我想，哎呀，时间过了，怎么？好吧，三秒，哎，非常轻松，非常轻松。OK。哎，差点大家都真的抖一个小时下午，抖起来，开始在聊天了，然后你要拿到结束，只做这个动作。好，再来我们要往上升级。嗯，对，因为船是一个基础，你们看过它的基础调就是所谓的俄罗斯转体，对，两边转嘛。但我们没有做那么无聊的东西，真不无聊。好，那我们做它的是全部。等下做的时候，我们刚刚手不是这样子扶着而已吗？这次我们想办法去碰到自己的脚，自己的脚。哎，运动没那么轻松了，各位，运动没那么轻松。大家，哎，直播间大家要一起坐起来啊！大家动起来，哎。可以的，好，一样三十秒，三十秒，来，大家准备，预备 ，Go， 来去碰自己的脚，对，你不一定要做很快，你稳稳做就好了，核心是注重在稳定，对，那如果做的同时，有做到下背有点不舒服的同学，可能你已经驼背了，这很不舒服，对，或者说你已经做很完整，可是下背依然不舒服的，通常是你的下背能力比较弱。对，所以可以先尝试回到第一阶就可以了。那我现在好像很需要回到第一阶。哦，没有。我觉得我本来在开播前就说我做一下应该就不行了。哎，就你意外的很轻松。哎，你看，不愧是有练过。没有，我就想要偷懒而已。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放轻松。啊，好，有没有人不舒服？还可以，微热，微热，轻松，微热。好，因为我们有收脚的动作，所以其实你的腿其实会有一点点累。好，对，那因为你们平时都有在跳舞，所以可能对你们来说是比较轻松的。嗯，可是对于一些少运动的人或是年长的，对他负担是大的哦，大家要注意。哎，好，再来，哎呦，我们要做他一些比较难一点的动作，例如，哎，其实这是哎这种传承了，我们练这样子，传承了，哎，传承了，哎，那我们只要屈膝就好，屈膝就可以。然后做的时候呢，我们手就。往上，哇，这个很难的，教练。哎，他在训练你的核心的中上腹。哎，讲到这个，是，请说。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早就安排好的课表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下次发通告可以跟我们讲课表内容，我可以选。哎，你们上一集是不是那个翘臀啊？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哎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只有说，哎，日期给你们，你们跳一下。啊，我就最后一个挑，我就你挑到一个最累的，你知道吗？前身怎么会这样呢？好像他选对了，他选对了，好不好？原来是可以加油，把他加油，要送偶像海报，才能加油哎！偶像海报，偶像海报。好，下海报。好，来，这动作真的很累。好，来，大家。这个动作不行，要躺下来，躺下来，沉船喽。沉船，对，屈膝大概90度就好。注意哦，你们头部需要一直盯住，放轻松就好。双手朝天花板，好，往感觉往天花板戳，哎，往上戳就好。已经开始了吗，教练？没错，开始了。开始了。没错，往上，往上，往上。大家是不是？我要偷懒，我要看大家有没有偷懒。身为一个教练，没错，哎，往上戳，往上戳。怎么可以偷懒？我们平时做太多了，太累了。哎 ，Mina， 我们往上戳，30秒应该到了吧？还没有，我的30秒跟大家不一样。那请你去平行时空吧，不要回来了。好，来准备哦，还有三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OK。你看，今天大家很活泼哎，怎么这样？开始抓到我的 tempo 了吗？因为我在吧，就是因为你在。而且还躺着聊，好想要躺下。哎，怎么今天这样？你们已经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动作真的不是异常的累，啊，好累啊，哦！是吗？是超级异常吗？对。你觉得哪边比较不舒服？我觉得就是这一段都很酸，那中间酸酸的。对，大部分女生的中上核心稍微弱一些些。弱一些些。那如果想练那个下面呢，就是下面一点的，下面的吗？下腹。下腹其实你们常看到就是躺着的，就是上上下下，或者是双抬腿。但因为有些人的腰会浮起来，他坐着他尾椎会痛，对，所以我建议就是你们可以垫东西在你们的尾椎上面。平常你看起来很素食，哎，太悠闲了吧？看起来很素食，他等一下就坐。
社长说 ，Hello， 你们聊到哪里了？赶快继续跟教练聊天，跟教练聊天。而且他好像刚刚抽奖结束了，教练看一下你的学员有哪一些？是谁？恭喜夏儿，还有朱思婷，耶耶！哎、欸，这两个人要来 ，Annie 太找我，要来试衣服店，要来找我的Annie教练。教练，请问有人去找你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最近都太忙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教练这次抽到这两个会来找你哦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他之前说，我一直想去运动啊，但是都没有被抽到，就这抽到他。哇！哎、欸，那不能这样，那这样不能许愿是不是成功了？许愿成功了，许愿成功了，许愿会成功，真的成功成功了，大家。好，我谢谢。让教练的课排满、哦，已经很满了。排满它，排满它。好，那在大家肚子有没有稍微热起来了？稍微饿起来有一点。谢谢谢谢。稍微饿起来，你们没有要开启第二 round 是不是？还没要哦，直接接下去吗？那我们第二 round 的礼物呢是什么 ？Mina， 啪啪啪，哎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Mina 礼物，不要被那连牵走。好像海报就可以抽 Vila 的航海风水手袋，还有运动毛巾套组，抽一位。哎、欸，好棒哦！我是 Vila， 我的粉丝在哪里？帮我抽，谢谢 Vila， 抽到送给我。哎、欸，这很棒哎、欸，那个袋子很可爱。Vila 蛮需要的，蛮需要的，没错，航海风水手袋。航海王电影刚上，航海风水手袋，这礼拜我就要去看了。赵天买到票了是吧？没有，我就是去 Uniqlo， 最近他们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，对，然后他们还有联名买他们的衣服，就会送那个优惠电影券啊，是哦，没错。我的教练，你不是很忙吗？听说怎么还有时间看电影？我还有时间休假。哎呀天哪！请让我完成我的梦想好吗？梦想原来是要当航海王，梦想是休假，我梦想是成为 One Piece。One Piece， One Piece 是啥？哦，好，插柜，插柜。哎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是不是要准备我们的？我们有大荧幕可以看到你们的那个画面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我们是要准备开始了，各位开始。可以拉主持，可以把他带走。我是因为是主持起来，不好意思，我站 C 位，哈哈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来做二秀。那刚好今天我们的课表稍微挪动一下。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挪动是什么？要怎么样呢？哎、欸，因为刚刚曲曲有说，哎、欸，教练上次那个翘的没有练到。没有开玩笑的。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又来。看来不是开玩笑，我只是随便说说。你知道，有时候的经验都在实现。哎、欸，课表不在上面，是在教练的脑袋里面。好。哎、欸，经验老大了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Okay. 老样子，你们都做过嘛？就是。深蹲，那我们今天讲一些深蹲的变化。好，如果你觉得在家里深蹲坐腻了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哦，真的吗？好，对，好，你们看到你们后面有那个翘臀圈，地板上。哦，这个是翘拉力带。我刚才想要这怎么有条垃圾？橡皮筋。橡皮筋。这时候有条垃圾是不是？对，垃圾带。这代表他你真的没在健身哎。好，没看过。翘臀圈它算是一个辅助器材。对，那如果在家里很难，在家里比如说没有重量啊，其实用这种小东西也可以促进你的整个脚、哦、感觉变高。那我也想买一条了，教练送他一条，送他一条最初的，送他最初的。好，我送他，水管，你知道水管，永远都拉不动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三个阶段，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力量比较 OK 的同学，你们可以放在脚底板，放在这里，这里。嗯、哦。哎、欸，那如果一般的同学，那你可以放在你的膝盖以上。大腿的外侧、嗯，然后中间的褶可以放在脚踝上，我们去做移动、嗯。那你们可以先想你们想要放在哪里，不要放在颈部，谢谢。不能放在上面 是？不能，我们只有下半身。那、啊、怎么弄呢？就是像穿袜子一样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我穿过去是吗？没错。你觉得？你刚说放小腿吗？如果你没有，如果你觉得你的强度算中等，你可以放在脚踝上。哦哦，中等哦。对，中等可以放在脚踝上。高等的是在这，是不是？高等会在脚底板，因为距离会变比较远。哦。对，你们两个同学为什么来宾做的比你们还要更难的？因为你们争气一点，争气一点。一般人、啊，我们尊敬他。OK， 真聪明。好，那样我们可以做简单的热身，就是一样是深蹲的部分。好，做的时候注意哦，我们的双脚朝前，脚差不多十五度微微张开。十五度。往下做的时候呢，屁股略低于我们的膝盖。
然后再站起来。好的 ，OK 吗？那我们连续做30秒哦，要速度 tempo 自己抓，不用做太快。好，慢慢做，因为比较累。没有要一起哦，教练。哎，我没有，我们要检测你们嘛。啊，好啊。你的前面线你被我看穿了。哎，好啦，预备。我做到，你就要跟我一起做。来。哎，为什么你要后那么后退？因为我怕打到。哦，这还是好打到了，再给我画术。对不起，我往前画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那因为加了我们的翘臀圈，其实身体会多一个东西叫做外展，你的臀的外侧啊，腿的外侧，没什么感觉，就知道吧？你看他们还说他们是一般人，还是我？你们可以到脚踝，脚踝，对，脚踝。我现在已经觉得我自己好像就是变那种出生的婴儿了，我觉得好酸啊！你看这人越来越聪明，就跳了，就跳了。天哪，好累哦！好，来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 ，OK， 好，来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哎，那因为翘臀圈的话，它就是多一个外展的感觉，所以多一个、用力，所以多消耗嘛。对，因为你要用力它，对，一直往外撑。我觉得我可以买一条。哎，我还不拿下来哦，还不拿下来，不好意思，穿回去，穿回去。怎么这样？哎，等一下我们要做什么？横移。横移。所以哦，我们会先蹲到一个比较低的地方，哎，差不多就是你深蹲，屁股跟膝盖同高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干嘛呢？哎。往外抓一个，往里面走一个，再往回，再往回。我觉得我看起来很笨。哎、欸，那个大家都知道。哎、欸，可以先试试看，因为你不能上来。哦、上对，你不能上来，你都是要稳稳的去操作，有点像是以前我练拳的时候那种蹲马步的感觉。哦，要开始了吗？好来，教练，预备，不要再讲话了。哎哎哎，我教练跟你们感言肺腑，预备 ，Go！ 哎、欸，小心哦。哎，慢慢做就好了。你就感觉往外开，开，合，开，合，开，合。我很像三只螃蟹。来，很帅练，你还有没有多带外面的外场的？外场的太该做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大家很好，就是我喜欢的感觉。大家动起来，15秒。那真的很帅啊，教练。哎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雨欣可以有节奏，你看他们两个是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已经30秒了，这是我的问题呢。哎，四啊，三，二，一，哎，休息一下。我真的有酸，Oh my god！ 哎，他很紧张。哎，教练，我真的觉得我是前几天练的，然后现在还在酸的。真的吗？那这样子酸痛的，就是这样子练，这样效果会好吗？你说一直酸吗？对啊，可是还没恢复。因为你那时候的训练比较强，如果是强到再强，你就会受伤。那如果我们去挑一个，比如说你是 level 2 的训练，那我今天给 level 1的，其实你可以一直训练，你不要到很不舒服。嗯，当下是教练不行，我软掉。循序渐进啦。对，慢慢去加强。所以今天的全身训练也算是所谓的集大成，对，也是适合就是哦，你今天就稍微有点累。哎，来了来了，那个妈呀，教练的肌肉太性感了，以前的。哦，真的。谢谢。就是他刚刚已经刷屏很多次了啊！感恩感恩 ，OK OK。哎，那我们还是要继续哦。来，这次我们要试试看脚底板的感觉。要怎么弄在脚底板？就是放在这里。现在抽奖送偶像海报，可以抽到踩到脚的，踩在上面，踩在上面。他海什么风水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对，你会发现脚底板，因为第一个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上面大腿。海风水手袋，还有运动毛巾组。对，所以动的时候就会比较硬一点。剩下2分半的抽奖哦。好嘞，刚好。那我们就走到2分半，好不好？来，教练帮我们宣传，我们宣传。教练帮我讲一下榜一哦。那我们开始吧，要不要？好，我们榜一的话就是，怎么样？教练，我不是讲榜一。我们榜一的话可以抽到我们的什么？可以来主跟主播那两位主播可以一起拜照拿我们拍立得8月20号入场。榜一的话，其实他们都见过我们了。榜一来的话，可以见到吉米教练。啊，对，他们跟我拍立得吗？不跟他拍好了。可以哦。有，人人有奖。哦，人人有奖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。好，我们主要还是训练啊，预备。来，干嘛？在干嘛？啊，一样，预备 ，Go。一样哦，那你从右还左呢？啊，左。小心哦，脚底板的时候力量张力会比较强。在直播间看起来画面超怪。真的吗？你看有一个 move， 好可爱哦，有个 move。在教练，是。膝盖吗？我们膝盖主要是不要往内扒，
就好，尽量往外撑。所以喷瓶开始力量不够的，不要撑太多，稳稳做就好。好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累了。好，我们跳圈可以先放旁边了。哦，可以了吗？这个是主菜对吧？就是、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今天最重要的部分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。对啊，可以关，可以下播，下播，下播。OK。好，下次麻烦帮我先放到后面。好的。好，那我想问曲曲，这样做起来你觉得感觉如何？两组下来。两组下来，我觉得已经开始喘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对。OK， 那你会觉得侧边的腿啊会比较硬一点点？嗯，大腿耶。对，就是大腿。前侧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，主要是前侧。前侧蛮酸的。嗯。因为加了翘臀圈，它的阻力变很大，跟你一般的感觉不一样。就你一般做的话，可能没有这么快那么喘，可是你加那个，它可能有缩紧你，你就必须要用力撑开它，没错，就会比较喘这样子。得到，训练的加强度。哇，大家都在找词汇，谢谢谢谢。强度 level up， 谢谢。哎呦哎呦，华丽转圈，大家继续华丽转圈的时候，抽奖只剩下最后十秒钟，十秒钟。当然会，当然会，下海报，下海报，收起来 ，Vila 就是你的。Vila，Vila，Vila 是谁 ？Vila 是谁？哎，曹安超，对，恭喜恭喜恭喜，获得 Vila 的水手风。这个手那个手提航海风水什么的水煮箱运动毛巾耶、yeah ！恭喜你叉龟，叉龟很好吃哎，我超爱吃叉龟，很好吃，我喜欢吃叉龟的量超高了，各位，萝卜丝最好吃。你现在是不是吃什么都会想到热量？对啊，当教练好辛苦哦。我们先讲一下第三波的抽奖，等一下再讲一下教练的心酸。那我们第三波的抽奖呢，是教练什么心酸？是送我们的三名拍立得，三选的签名拍立得，会抽两位哦。那一样是送拍立得抽起来了，今天的耶。那教练的心酸是叉叉柜怎么了吗？教练你要进来，你出框了。哦，我出框了。指定礼物是偶像海报哦。对。哎，跟我没关系哦，跟我没关系。他刚刚差点跟我一起这样。会被带走，你跟我一起做这个动作。哪一个？然后说要抽那个偶像海报，就说要一起抽偶像海报。好，来再一次，来预备，五六七，来要一起抽偶像海报。太好 Q 了吧！你太棒了，你太棒了，这个好美好，真的棒啊！好，教练可以成为女团哦。差一点被说出来了，有，所以这一集过后，零八二之后，他就属于 AKB 其中一员，其中一员是新，其中一员帮忙办东西的，他们是那个啦，呜呜哦哦哦的那个星星的后面的里面，哎，我都有 follow 你们的，好棒啊！你看，好，我们要先来往下走了，往下走 ，OK 吗？不要再打乱他的节奏了，没错没错，大家是把我牵走。今天好像我是学生一样的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做一些上次我们之前做过的动作，来做一个简单的复习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双手撑在地板，一样类似手撑的棒式的感觉。好，那你要做什么呢？开合。Oh my god！ 开合。这个会不会打到啊？不会。这个话你的动作不要到太大，因为你只要是开合，让你的下核心。简单的出力做开合，那你们可以上曲曲可以往前一点点，对，你是不是想靠来宾近一点？我们是要观察，可以这样观察嘉宾多一点，对，保护来宾。哎，要我们是三十秒 ，OK 吗？三十秒没有问题，好的，三十秒，那我们先撑好，哎，让脚打开看看。哎，小心哦！ Okay, okay. 不要把别人踢歪哦，这样场面会更好笑哦。好，来，预备 ，Go！ 开，很好，开合。那注意我们的臀部、屁股不要太低或是太高，不要太低太高。对，所以让你会发现慢慢的热起来的时候，核心会出力。对，顺便训练你们大腿的内侧跟外侧。加油！还有20秒，动起来，大家！送海报，海报送起来，他们就跳更久。抽起来，抽起来，跳更久没有这东西吧？哎，十秒钟，加油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好。还有吗，各位？哎呀，
不一样哎、欸，呼吸就好。那我们抽奖现在三十分钟，不会吧？对，不会是。连打，大家太热情了。表情你们做，我可以做动作。可以好，好。那刚刚Mina 的臀部有点高，要注意，你是三个里面最小只的，就我屁股抬最高的。哦，才能凸显。因为我一直想要看他的脚，我刚才太低，我都看不到。大家可以镜头也看这边，你看他的衣服超酷的。Mina 今天真的两条腿，好可爱。下面这样算不算作弊？哦，那没有，他可以多做两组。我刚才做错了，下面做完做上面的。他上面也在开合。好，我再低一点，我再低一点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这是简单的下核心的动态热身、动态运动。好，再来，哎、欸，我们上次也是要都是撑住的动作哦。做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做我们的蜘蛛人式。蜘蛛人式，没错。可是其实差，我们脚在这边有点滑哎、欸。哦，对不对？你有感觉到吗？我刚这样的时候就有点。我们这次我们不会跳到旁边了，真的吗？不用跳的，这是我们会，这是稳的，它不是要快速的。好好，那要它是训练核心跟侧腹，那它的难度如果它难度稍微高一些些，所以不行的同学你们可以跨就好。好，但我知道三位都是我们所谓的运动，我们都会用跨的。谢谢，给我用台的。OK， 行啊，行啊，行啊，好来，可以，我们准备。那因为。这可能因为侧边打开可能会撞到，对，所以那你先做啊，不，曲曲先做怎么样啊？啊，什么意思？我们轮流是不是？没错，好好啊，好来，小心哦。那我们会是要怎么样？哦，抬脚的时候去碰到你，尽量去碰到你的手肘，这样子哦，没错啊。哦，你说这样子？对，好，我们要四十秒这个啊，我觉得三十秒很够了。大家要帮曲曲加油，加油！对，现在送偶像海报就可以抽到曲曲跟我们的偶像海报。对，偶像海报送起来，为曲曲加油！我这样还要主持，你看看，全民拍立得哦。我们那个职业病稍微收一下，今天的 key 不是你。OK， 让米娅讲点话，他放空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三十五秒。他今天工作就知道那两条腿。刚刚你说四十五秒，还有三十五秒。哎，数学不太好，请你见谅一下。天哪！现在红包，红包抽起来。加油，加油！海报送起来。十拉拉队九。哎，不要计数哦。八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啊，结束，结束，结束。争强者曲一姐。增强者，我先休息了。好，先休息一下。那教练，请问刚刚的动作就是五体投地啊，真的是啊，这真的好累哦。对，蜘蛛人算比较难的核心运动，但你要知道，越难的动作你可以玩的，表示它消耗能量更多。很棒，我跟你讲，搞完你们不是比赛吗？这样提自己，没有，我们已经和平了，就是没有要就是对抗的意思。哦，一起他们私下讲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决定要一起进步，不会陷害对方。OK， 那我督促你们。没，谢谢。我们今天又多一个教练，曲曲教练。哎，我很重视你，准备好一起了吗？一起。好，就来一集而已。交换喽。好，现在要交换喽。一起休息吗？怎么变一起这样的？对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。两只，哎，两只一起来。那去的话，可以帮我看看雨晴的动作。好的。哎，我来看 Mina 的动作，好不好？我帮大家监督一下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在这极静，刚刚有两秒极静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我一定是最标准的。然后我是不是音频太高？大家赶快来看，大家睁大眼睛看 Mina 的动作。好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一样是十秒哦。来，预备，来 ，Go。哎呦哎呦，有一点标准哦。我觉得你的衣服的脚还比较标准。怎么可能？加油！教练讲话好过分哦。三十秒。哎，曲曲，你怎么开始摆出？然后我在帮你监督啊。我的措施比较随性而已。我想要休息一下。加油加油！二十秒。他核心很好，很稳哎。保持呼吸哦，加油。有在认真，有在认真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OK。哎呦，起来还是美丽的，太强了！起来还是美丽的，太强了！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
好看吗？记得送我好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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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送，好像好不好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拜托，拜托，不要让我们的汗鱼泪的白流。汗鱼泪，哦，真是哦，难过哦，心酸泪。好，我们还有多久的时间？还哎，抽奖还剩第二阶段吗？第三阶段了，最后一趴，没错，最后一趴是不是要来玩一点不同的？什么玩点不同？你想玩什么？刚刚听说就是，好像是听说昨天啦，偶像海报好像累积到100个，然后场外的工作人员就要做那个登山者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。那现在几个了？登山者？不，登山者。几个登山者？现在目前有2位登山者准备。现在有几个偶像海报？大家要走吗？摄影师离开了。哎，难怪你们今天你们姐姐没有来，对，怕，太害怕了，太聪明了。昨天是我们姐姐做，所以姐姐今天不来。真的？那现在今天累积几个了呀？现在是多少个？看得到吗？不知道。可以，后台可以看。反正我们不要玩那么拼啦，就是我们就加秒，让教练做好了。哎，不要这样吧，我以为我们降低，我们20个就好了。我觉得大家想看教练做。对。啊。大家都说怎么教练的身材很好啊什么的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身材比我更好，很强壮什么的，很想看一下教练努力的样子。上面没有写，上面没有写。好主意，哎，他我看到说教练唱歌，教练唱歌不行的，教练太性感，教练唱一下，唱一下，大家偶像海报送起来，教练会唱歌。对，不要看到什么，不要看到偶像海报送起来，教练变偶像，想看吧。今天主题错了吧？不是素人转明星了。他现在很害怕，超害怕。而且为什么有一个什么罐头是什么？哦，那是送几个偶像海报，然后什么成员加几秒？那怎么什么罐头？没有，那就是海报，那就是教练了。教练要加秒。昨天小豪教练唱喵喵啊，喵喵喵喵是什么？谢谢土司机。啊，学猫叫教练，那你要不要试一下学狗叫？一起学猫叫，我们一起学狗叫，一起汪汪汪汪汪！不会啊，这首歌还在红啊！唱得很不甘愿。当然了，喉咙都长这样子了，以前讲太多课了。怎么回到昨天了？哎，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开始啊，各位？被发现，我们就要开始了。然后被发现，打赌，在拖时间。不打赌了，对，我们不能拖时间。加几个偶像海报啊？哎，不好说，好好，各位各位，我们要先做登山者了，好吗？那你可以教课啊，我只是问一下场外。我怕等下，哎，教练再做一次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。不会不会，教练你做了多少个？大概有10个。只有十个吗？大家有受起来。那还有90个呢。现在是针对场外。还有90个，还有90个。教练撑的有点久哎。好，等下做登山者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注意，就是。把你的膝盖往上抬，哦，这个叫登山者。登山者。对，那做的时候，如果你的能力没有到很稳定的同学，做的时候稳稳坐就好了。对，那可以的话可以加快，尽量加快。对，那脚不要长这样，这样没什么作用，这只是脚很烫而已。我们再拉高，我们拉高。这么快吗？我们慢慢来，我们慢慢来。没错，那注意哦，让你的腰不要往下塌。好的。哎，因为蛮多同学下塌。吓他就是说教练我的腰很痛，那就我发现就是他动作一直不稳定哦，哎，坐稳比什么都来的重要，所以要做那么快，像刚刚那么快，你觉得你 OK 就是加快，可是登山的人不会这么快吧？好，四抓一臂，四抓一臂，登山一臂，四抓一臂，很慢，你为什么双标？因为为了你好，爱之深责之切，你懂吗？我不需要你的爱。为什么双标？粉丝的爱不是我的，粉丝的爱，粉丝的爱。那我们这是要就是分开吗？这个不用分开了吧？要一起吗？可以一起做。真的吗？这样你们可以，这样你们可以互盯呢。啊，就是可以拖时间。对啊，可以拖时间，因为怕后面他等下生出来还有一个。啊，真的哈，还有后面还有吗？那分开。教练的脑袋，教练脑袋有很多东西。哦，教练先休息一下，那我们就一个开始嘛，Mina开始好了。好。啊，我们对啊，毕竟你是今天说我今天动作最标准的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动作最标准的 Mina 会怎么做呢？要不要来这边？让你的四条腿一起跑。刚飘走了，让他的四条腿一起跑。现在就是需要把它拉回来。都可以，想朝哪都可以。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想朝哪就朝哪。啊，朝这里。他想找寻回。太久了。他想要找寻回家的方向，门在那右手边。他想我爬哪一座山？你面向那里好了。太嗨了。太嗨了！仓鼠加油！土司机说仓鼠加油。左边比较好看还是右边？可是我想不出来。没关系啦，都好看，反正头低的看不到啦，下去。大家不要想看你这两条腿。
来，预备，30秒 ，Go！ 阿伟，我们要一起做呢，送十个偶像海报 ，Mina 再加三秒，加起来，加起来，啊，不是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讲错了，送十个偶像海报，好不好？现在就 Mina 再加，再加秒，加 Mina， 加油，加油，送偶像海报 ，Mina 加秒，15秒喽。怎么样？保持呼吸，保持呼吸。大家人太好了吧？不送哎，三秒太少，那五秒嘛。来，五、四、哎，没有要送啊！你的二，你太好了吧？哇！哎，为什么没有送 ？Mina， 你教育一下你粉丝。什么？完了，他太专心了，他太专心了。我刚刚没听到什么。加十秒，你要讲话，可是我听不懂。他太投入了。送偶像海报 ，Mina 就加秒。哦，加秒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再做一次，让大家再有一次机会再送一次？那你再换边做好，两面都有。对啊，两面都有。对，两边都有。那送一个加一秒。好，可以哦。好好好，那先走，先走，在中途很难加秒。对啊，哎，要几个？怎么算？怎么算比较好？加。加送10个海报加15秒，哦，10个变15秒，哇，一个一秒好像还比较好一点。好吧，哎，他们都好爱你们。他说我们怕他累，我怕累鼠，真的不会累鼠。10个送10个加15秒，你们小看 Mina 了，她很厉害。Mina 很会跑步，他说讲跳讲啥话，跟我那种不讲话。Mina 会跑步，对，我喜欢跑步。10个送那个送他15秒。他现在在期待你们，他就很想要表现。他在拖，怕我累。哦，有了，送了一个不够，要10个才有15秒可以加。10个才有15秒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快点。那一个的话一秒，那我再做1秒就好了。他数学好像蛮好的。突然发现，算得精，算得精，算得了。为什么是我的话，就很多人要加，什么意思？好来，什么意思？准备哦，两个，目前累积两个，一、二，怎么？两个，是加秒，不是加秒，不是只做两秒，只做两秒好吗？四个，不是累积四个，大家看，现在上班了，上班了。总共32秒，总共32。30秒加。没错。好，来耶 ，Go。好，现在已经4个了，所以要多4秒。加油，米娜，你会不会越跑越久？不会的，大人。无法下班的登山者，无法下山的登山者，无法下山的，我要下山。山不了山的登山者，稳住。大家想看奇奇兔。20秒，大家想看教练五个了，哇，这加不完，大家加油，加油，加不完，送海报不是方便啊，加油，加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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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个，加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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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气好久了，加嘛，四，不要我害怕，我现在很严，下一个就是我，2、1，九个，没了。十个了，加15秒，继续吗？对不对？这是要继续的意思吗？15秒，再算15秒，11个了。哇，粉丝，十二好你耶！加十五，哎，都哎，我们等下累积到100，真的要请场外人坐一下哦。五、八、六、七、八，那我请教练。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卖力的。真的要掌声，好敬业哦！大家，我下礼拜一那个体脂一定会很低的，大家要不要回去暴饮暴食？想请教练叫我吃那么多，教练让我吃，你叫我做，举手下来都做到，开始。哎，我觉得我第二个，然后他压走好了，大家想看，可以，大家想看主持人吗？对不对？那我在这里做就可以了。我没有加秒吧？我就没有加秒。什么意思？这个要好 ，Mina 帮忙拿一下。好。好，准备哦。那我们曲也是30秒哦。我也是30秒，没错，还是你要50秒？没有，是30秒。来，预备 ，Go！ 加油，很好。那来宾有要加秒吗？对啊，来宾有没有想要送曲的？有没有曲的粉丝？没关系，没有。可以，真的。现在这一趴，他其实都是内心在挣扎，说拜托粉丝送我。一送雨晴啊！我们现在这一趴，有了，有一个了。可以继续，不能停的。20秒，想把这个名字记住。我们三个人的曲曲的海报送起来，好不好？前品拍立得这一趴抽奖 ，Oh my god， 有机会。好来，10秒，哦，又一个海报了。两个海报，两个海报。Kenny， 你听错。
三个完了，我秒数不下去了。我又有了，又有了，大家跟上，你数快一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四个。啊、OK。哇。真的蛮累，哎、欸，你针对错人了，看。啊，OK。好，现在觉得如何？会不会？我现在觉得现在想跑，像登山回家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、欸，就是要喘到才会有那个全身心代谢的感觉。哦，对。你的血液循环都起来了。好，杨，那个七七来了，七七要做谁叫七七？谁叫七七？爬到明天他还不会结束。好，我们应该可以先休息了，因为他应该会坐很久。什么？哪有啊？对。那我要把我直播间的那个放在这，不然他们会觉得，哎、欸，我的 idol 在哪里？在地板上。趴着这样子。已经成为一句就是，累瘫的人这样。啊，怎么办啊？可以啦，你 OK 的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先送，要不要先累积起来？他等一下就跑不完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是已经要就是先预，就是先累积、啊。今天让我们粉丝、啊、可以先累积了啊。那个七七队长不能输吧？我有个二段式。哎、欸、呀，有一个。啊，队长。粉丝对你的期望。哎我要啊！你家粉丝要放我，对，我粉丝好听话，我的粉丝好听话，可以，动起来！哇，这个是好赞哦！这是最后一集，最后一集，你知道就是要比较和蔼，就是要跑到明天，就是要 love and peace， 不是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今天的榜一还可以跟他们82的时候近距离接触。我有没有想跟教练接触？此时此刻送起来的都有累积哦，都有累积哦。你们小时候放心。哇！耶！你们刚刚都不出来。大家动起来，动起来！没错，我就要看到这个。他们就在等啊，等这一刻啊。我刚看到血流成河。没错，来你。血流成河。我倒闭在这，你直接做100秒。哇！那我们总数多少？总数破百了没啊？还没，现在八，现在八十了。大家也在用偶像海报做登山者啊。那总数多少？80，现在83了。我跟你们再做20的，场外的就跟着一起做了。场外动起来。对，大合舞。大登山者。整个浪外跑的办公室在晃，在晃。对。对啊，哎呀，好厉害！他真的想要一起啊。大家送起来。小心。100秒的啦！工商先装备。好，那现在冲偶像海报的话，就可以冲。哎、欸，隔壁的在清裤子了啦！全品拍立得是送我们三个人的合照，有两个机会，好不好？榜一的话，8月22下礼拜的时候就可以，不要让它停，可以休息一下，不要让它停，不要让它停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！哎、欸，怎么受不了？86，哎呀！下礼拜的话，就是榜一的人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见证那个我们验收的时刻，就感动的时刻，好不好？大家希望就可以争一下我们的榜一，好。OK， 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争榜一，例如是不要送偶像海报，送一些别的，大一点的。我们先收集偶像海报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大家收集起来。对，因为外面的工作人员其实也在准备了啦，他们薪资已经暖身了，对啦，看他们手在抖那种，准备要跑了，门是关的吧？我现在去关门。好啦，雨晴，预备啦，预备啦，预备啦。请问现在？哎、欸，他这样子80几个，他要跑多久？不是80，总数80几个。总数啊，这样。那我们扣掉他们两个的。哎、欸，那这样是加30秒吧？因为十个就15秒啦，20个等于30秒，对吧？你数学很棒。是不是？我不想讲，我不想讲，是只要做30，七七你会赢的，七七队长加油！每张慢跑，登山慢慢来，是压回来呀、啊！扛不住了，扛不住了，没有这样吧？哎、粉丝就是你的动力。哎呦呀！好了，好了，预备啊！拿麦克风，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喊叫声。没错，好来，预备哦！帮你。好，预备，3、2、1 ，Go！ 哦，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来哦！架势，我们还缺14个偶像海报、哦，我们现在可以送哦，他还可以中途继续加秒、哦，我们还有14个，大家可以集合起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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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练也看秒数啊！我在看了，对对对，20秒过了，20秒过了，1分钟可以跳，对，就1分钟。哇，北原！哇！做了！哎，教练都跳起来了！哇哦！哇哦！教练在跑！哦，没关系，你也跟着跑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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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日文怎么念啊？那
谢，40秒过。叫叫叫叫叫，稳住稳住，再加15秒了。哦哦哦，好，又来又来又来了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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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十秒，这样几个了呀？这样一九二，再八个。停，我们要再下去了。还五，图示机，三二一。啊，休息一下。我们还有后面还有加一点呢。我们还有加一点，你看你看。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哦，原来大家很爱登山者。大家很爱后面直接。怎样？那你有加码吗？那剩下的秒数不要登山者好了，你让他做别的。不是我都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累积是100部分。对啊，已经快100啦。你扛最多。是吗？92。96。4个。4个。哎呦喂！这4个，各位。4个没有全场动起来了耶。哎，4个全场动起来哦。全场会动起来。全场动起来。好棒啊！起来了！哇，那今天会有大地震。哎，他说你直接不主持在那边看戏。我是小助手，你也快闭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哎，94，笑得太开心。哎呦，96、97、98了。有了，100。哇，哇，哎，所以过了，大家动了，过了，所以是过了。好了，来吧。哎呦。哎，是我们哦！来吧，场外的工作人员进来吧。场外的，来，你一起做什么？进来了，对，一起。现场一个都别跑。来啦！就是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好看吗？这个节目嘛，大家要同乐乐，全民动起来。粉丝朋友们可以把你们家人一起找来做，是这种感觉。还是我去负责掌控摄影机？没有，我也可以负责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，可能就是要请曲啊，怎么样主持，然后叫教练去找摄影机。没有，他要跟我一起来做，这是你的。教练也要一起做，因为大家刚刚是有冲着教练加码的。报仇！拉瑞姐今天被我们吓跑。好啦，拉瑞姐今天不来。好，今天主持棒，我扛。来，预备。那米娜，我们两个要做吗？要啊，你们两个是主。那教练感觉不需要那个主持者，不需要垫子。哦。啊，教练不用垫子。OK 的。教练他吸地板稳的，然后教练会那个滑的。对。这叫什么地板动作？起来！好，那我们头朝这里好了。在做之前设几秒啊？我们还没开始几秒啊？我算那个我的手表给你好不好？没有，我可以用算的。我不要你那个，我很怕你的嘴巴，你的嘴巴不行。No！可以啊，拿手机读秒好不好？按码表几秒？我们就来个最后的大概。您觉得如何？要40秒吗？我觉得有点太多吧，都30差不多，30好，我们30不要太狠，30秒，有人说60秒太苛刻了，真狠嘞，60秒，手抖按错，好好，四个人嘞，好来啊，预备，大家想让我们今天睡这边是不是？好可爱哦，工作人员，好多人呢，静泽那些，他们觉得莫名其妙嘞，他们觉得莫名其妙，好了，各位同学。终于，这个节目被我抢过来了。我歪了。好了，预备，开始，加油！才过2秒哦，5、6，好，准备了，我们慢慢来，没有关系，速度因人而异。来，教练在混啊，教练，你看我加速了，教练很混，教练是不是太混了？给我10秒，9，这很混了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OK， 停止，怎么样，教练感受如何？人家是嘉宾，哎，谢谢工作人员，太给力了，辛苦了，人家是嘉宾哦，当然不用做，等下次就没人敢来了。我觉得不会，他们会不会很期待啊？他们觉得我最喜欢看我幸灾乐祸的感觉，太好了，我今天也准备好了，这样，然后每个人来都穿运动服，会不会？没错。还好还好，在场外操控这台手机，还好30秒，就是小小的暖身，谢谢。对，今天我们带来这么多娱乐，感恩，这集很好看。明天工作人员要换一批了。那教练，请问我们这趴应该就没了吧？我觉得没了。好，我们结束了吗？我
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来个暖身哈。那抽奖的话，我们现在剩下五分钟的时间，还有五分钟，好，没错，是抽我们三个人的签名拍立得，然后会有两份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，哎，我可以不用再送那个偶像海报，因为你们送我们也不会再做了。现在直接真榜一了，是不是？直接抢榜一，各位啊，真的真的，好了，八二能不能见面？就是现在，对，现在不用收集海报了，大家直接送点大的，没有，想送什么就送什么，八二二与你们相见，可以送那个肌耐力相关的礼物哦，肌耐力相关的礼物。肌耐力相关礼物是什么？就是他们有一个、哦、真的、哦，帮他们累积那个肌耐力。哦，肌耐力。像我想说，再做一次蹲三次。没有，这么狠。教练，我们差不多收招了。好、OK。肌耐力也是登山者的训练的那个吗？对，因为它是一些重复。所以不是爆发吗？爆发是你要看你要做多快。哦。因为我们说时间是你依你自己的速度。对。那爆发是你要越快越好。嗯。对，可是时间是有一定。因为爆发力不能持续太久，一样嘛。对，肌耐力也是这个道理。嗯，好，来，我们先来伸展喽，各位同学。终于，太棒了。好那今天的话，我们有动很多地方，当然核心我们要做我们的眼镜蛇式。好，眼镜蛇式。好，等一下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双手慢慢的往身体移动，然后头慢慢往上看，像眼镜蛇一样。来，慢慢吐气，往上看，去拉你的肚子。那如果像是我们曾经有尾椎受伤的同学，这个东西就尽量我不要做，因为会不舒服。哦，不要做这个东西。对，因为他尾椎受过伤，那这个压力其实有一点大。有点大，那有什么其他的伸展的方式？还是一般他们就会比较轻松。他们就是一点点，就是一点点，哦、对他不要太多。也会拉到。对，可是就是很小。那因为我们都是。健康的人，不然怎么做那么久的登山者呢？健康的人、啊，哎，没错，我们可以直接登去医院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真的话 ，OK。好，慢慢回来。Up。慢慢回来。OK。好，那要这个动作，我们就屁股坐在我们的脚掌，不，脚跟上面，吐气。教练，可是您的屁股没有碰到。对，我紧紧，对不起。哎，吐气。然后你的双手可以慢慢的感觉往上延伸，头吗？手，对，慢慢吐气。好，我们回正，那我们做一个动作叫猫式。猫式。哎，之前有看到猫被吓到会这样，呜。好。哎，猫式，我们这样慢慢做五个，那我们每一个大概在上面停五秒钟。好。预备 ，Go。三、四、五，放松。好，来，再一次往上停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松。好，来，三，往上，下。来，四，下。好，来，最后一个，往上，三、四 ，OK， 放松 ，OK， 好的，因为我们今天有做脚的训练，脚的训练，那样我们会盘腿，那注意哦，如果你膝盖有不舒服或者髌骨曾经有受过伤的同学，这个盘腿的动作尽量少做，那。我有受伤过，膝盖吗？膝盖跟尾椎都有、欸，啊，是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教练，你今天还这样子对待人家？没有，他不知道啊，我没有申报。运动前，如果你今天哦，我们提一个东西哈。如果你今天有需求想上教练课，对，除了找我之外，请告诉你的教练，就是你可能曾经受过的伤，因为教练才去好下判断，不然我会帮你当做说哦，你什么都没发生。哦，对，因为我曾经有学生是。心脏不舒服，他没有跟我说。当下做完，他马上是坐下来昏倒的状态，所以一定要跟你的坐下来昏倒，就是做到一半，然后突然昏倒。因为他心脏对他突然负荷不了。那时候我不知道，但我们都有写健康调查问卷，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。我要如实申报。没错。好，来，盘腿之后，我们身体慢慢往下，感觉头去靠近你的脚掌，你会觉得大腿内侧紧紧的。加榜一的位置还有哦，大家如果要整理一下的话，还是可以努力的，好吗？
赶快跟你的偶像见面，跟你的吉米教练见面。哦，你们可以来新安河找我就好。不行，教练只能在这里见。八二只能哎，你那天要有特别的装扮啊，只能有特别的装扮才这边。对，谁等一下？哦，戴面具，戴面具。化个妆，化个妆。抽奖还有三十秒。抽奖剩30秒。好，慢慢起来，慢慢起来。偶像海报。签名拍立得，好，我们展开身体，展开身体，稍微抖一抖，让大腿放松。OK， 好，今天课到这边，哇，谢谢大家，好玩好玩，谢谢谢谢。抽奖结束，恭喜两位，谁呢？土司吉跟综合喵喵，土司吉今天中两个耶！哦哟，这是拍立得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对，拍立得。那榜一现在还剩多少的时间呢？目前现在是几点？九点整。那我们要倒数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榜一，榜一，控控。你们直接榜一了吗？我们需要倒数吗？不用了，我们直接公布榜一好了。好的。哦哦，所以在官播之前，大家都还有机会的意思。对，那今天就是曲一姐，你来的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吗？我第一次跟你们一起练习，哎，就是浪 life 的活动。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好像是比较谈话性的节目，然后这次是来，就是我希望啦，下一次可以给我们选菜单。看想练哪里？我这次找你练，我还是有练，还有那个想练的地方。有没有？我有练，现在才展现出来。对 对，教练有在教那个，刚有在隐藏啊。教练有教拳击课哦，那个也很好玩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你有玩过吗？有上过课、那这边有吗？没有。大家，那个浪 life 下次可以开拳击课，直接就看粉丝。我也想看到报名的部分，对，然后榜一可以来一起，粉丝下单看谁赢这样子。粉丝也要来练吗？我怕他们不敢送礼物。真的吗？那先不要好了，我们看七七跟那个 Mina 好不好？就是主持人的部打沙包，对，好可爱，不小心又组织起来了。OK， 很开心来这边玩，希望下次再来玩。那 Mina 今天是最后一次教练带我们在浪 life 上面运动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你们最后一次，对，目前最后一次，所以我们是用压手一个月的加不赛。那你刚还不认真一点？有，我刚很认真。他已经很认真了，请不要苛责他。没有发呆，最我最认真了，我是最认真一次，要给你赞赏一下小老鼠，真的我努力了。好，那最后加码是有效的啦，希望你们竞赛成功 ，OK？ 把整个主持棒讲走，快点。哦，对不起，你说那上班。好，我讲完了，他讲完他的心得了，没了，这么好，大家下礼拜见真章。我有这个月都很努力，有你这个月努力，都吃的很可怜，有啊，真的超认真的，然后一直动。哦、对，因为其实除了运动之外，还是要配健康，他的健康不是吃的可怜。哎，教练，那我想问，是吃的健康，吃跟运动哪个比较重要？如果她女生想要减肥，好了，讲哇，我跟你说，饮食控制很重要，因为女生太容易就是囤积脂肪，因为我们的生理构造跟男生不太一样，是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我要继续讲我的吗？对，健康。好，健康。当然大家知道减重跟减脂是不一样的，没错。大家特别要注意，像以前我当选手的时候，减重是因为我们要过磅，就是我们比赛的量级，因为我们只要超过或是低于就是失格。对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会有一些选手穿公园穿雨衣去跑冲刺啊这种，那他们是减脂，我们是减重。减重比较危险，因为什么都会被减掉。那减脂，你只要饮食控制好，保持在运动，其实你减掉几乎是你的脂肪，而不是肌肉量。对，减脂比减重还要重要。没错，大家可以减脂一起运动，吃得健康。没错，人生就会漂亮起来。没错，健康的知识非常的重要。对，那像我觉得哦，在这个月虽然做的蛮辛苦的，我觉得应该是我搭档到 Mina。哦，他非常的认真，哦，你好，我很想偷懒都不行。哎呀，真会说。所以我觉得是因为 Mina 的关系，不然我应该很少去教练课。对，因为每次去的话，去啊 ，Mina 今天又去了，然后我马上就要去。所以说每次我都要拿他，而且我觉得运动其实一个人，除非你真的很爱健身，不然你有伴的话，其实会真的会让你比较有动力去。他逼你，他会逼你做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觉得要找个好的伙伴，我觉得我们有那个互相激励的关系，因为他体脂比我低，所以他。每次做比我重的重训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天哪，我也要努力可以做到跟他一样，但现在还不行啊！不行啦，慢慢学习会断掉，你会断掉。教练是因为教练
为什么要上教练课？原因是因为教练可以为你量身定，就不会比较不容易受伤。他会帮你抓你的重量，下一次的练习量会大概是怎么样，你才能好好的就是做到就肌肉的生长。所以是为什么要报教练课？原因是这样子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去 anytime 找 Jimmy。赶快找我们！现在九月有周年庆，九月周年庆只有信安和。有人问你问题耶，几岁踏入教练这个健身的健身这个圈子？我正式当教练的话，应该是已经三年了。三岁。正式三岁太猛了吧？人家问你几岁啊？哦，三岁。有人说你贵庚？我今年27。27哦。对，那我就是大学毕业当完兵之后，其实即将踏入这个工作。对，就是先去打工找自己喜欢。那我就从本科。自己就念体育，他说应该可以靠体育去。嗯，什么系的？体育系。什么科？你专项。空手道。好，教练，好想玩哦，踢一下。那后来就是转一般组，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偏，就是体育老师。哦。对，那我觉得教成人比较有趣，因为跟想要教小朋友，因为小朋友跟他讲道理他听不懂。哦。哎，可是教练，你跟我讲，我听不懂，你会不会头很痛？不会，我直接撞墙。我就说好，直接做吧，好，可以，直接身体力行。对，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啦，当教练这一职。他说：“教练，你有买许玉写真集吗？还没上啦 ，Hello。什么时候卖？什么时候开卖？快了，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是拍完了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。上次会告诉你们，好，再支持一下喽。想要知道许玉姐的写真集的话，就发了她的 IG。对，然后我也发了那个在浪有一个最新的单曲，两年前就录好了，最近才发，叫《两个太阳》，大家可以听起来。两个太阳，对，各大线上平台都有哦。多多支持许玉姐。对，然后还有我个人自己发的是。”你大家也可以听起来，哇！学姐就是好多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刚好在这个月，都在这个月，就是筹备很久很久，红了，筹备十年才有这个单曲，这么久，太好了吧？真的，一个月都真的啦，十年前我都还没好，没有，对啦，不学走路，不知道在哪里，对。OK， 我们再画圈圈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卸一下今天的榜单哈。OK， 今天大家陪我们玩了很久，工作人员想要找你休息，你知道吗？很累啊。贡献榜第一名的是，我们从第十名开始，我们从第十名开始，慢慢第十名有好多个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从上面的第十开始好了。第十名是燕，燕，恭喜。第九名是插队，哎，这个在等一下念完关掉之前都会变动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，对，所以不一定是我现在念的这个哦，现在是这样子的。好，第七名啊，第八名，第八名是刚刚，好，第七名。Kenny， 谢谢。第六名是笑笑，谢谢笑笑。第五名是阿奇拉，谢谢。第四名是 Licky， 谢谢。第三名是北原，谢谢。第二名是土司琴，谢谢。第一名是小小，他一进来就先标一个，哇！让大家那个暂停了他们的战斗欲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大家要听起来好不好？有人说是你好听，是你好听，大家可以去听听看。好啦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就是追踪一下我们的官方的一些活动啊、IG 啊、YouTube 频道之类的都可以。好，然后想要找许玉姐的一些消息的话，可以找她的 IG。好，我的是 CHUYI_77，然后我的浪账号是10083320。追踪耶！那想找教练的话，教练在 Anytime 的信义安和店。信义安和店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丝，有 IG、有脸书，还有我自己在里面。OK。耶！ Yeah, <Yeah. S 1>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大家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